行低也早，行也不好，行民进动，大家都在看。回到本命区新北大造势，后一炮口瞄准民进党，火力全开。又保老师蒙受不白之冤，司法洗清了冤屈，但是民进党呢？赖清德主席道歉了没有？我是一个三个候选人上平凡的人，我是未来一个平凡的总统，该帮平凡人的问题，这才是人民的需要。有了主场优势，侯友宜话说的大声，现场不止来了近3000名支持者，前台北县长周锡玮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都到场助阵。咱打棒球是打高脚，第一局、第二局，也许我们碰到一些乱流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只要我们团结，什么都可能。还有愿意参选的人，好不好？放下一己之私，放下一党之私，把总统赢回来，好不好？团结再团结，但周锡玮整段演讲却只字没提侯友宜三个字，就怕压不住723全代会换候声浪，党中央和地方合作，从18号开始接连3天在台北、台中、新北办晚会替侯友宜造势，21号下午更要到桃园和党员合体力拼谷底翻转。虽然党已经定调不可能换侯，但总统梦没断的郭台铭动作频频，晚上将到新北三重参加董事长开讲，踢馆意味浓厚。郭粉还准备10万青年、百万联署布条，要到场挺郭台铭独立参选，持续跟侯友宜互别苗头。民选全员林东颖台报道。